魅力、人気、この世にあるすべてのケーキ。それを手に入れた王者、祭りの王。彼が引退寸前に放った一言は、人々の心に火をつけた。この伝説の気候、我がアラハトが欲しいのか。祭りを開け。それができたなら、アラハトはおのずと現れる。俺の宝物とともに。こうして少年少女たちは危険な夢を追う長い旅に出た。祭りの戦い、これより開幕。你说的那个魔剑神机阿拉哈托的 IP 衍生作品，超级无敌宇宙第一好玩的次世代 ARPG 阿拉哈托的续作吗？嗯，虽然只是随阿拉哈托特点版附赠的一份测试 demo， 但毫无疑问，它绝对就是阿拉哈托系列唯一的正统续作。也就是说，这款游戏同样也是 Bronya 队长的作品了。是的，负责制作这款游戏 demo 的正是 Bronya 队长所在的原理工作室。Bronya 队长，他要不要再酷一点啊？既是拯救世界的英雄，又是能做出那么厉害的游戏的明星制作人，这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嘛！可惜有老妈在。我大概是这辈子都没办法成为什么游戏制作人了。别这么说，卡洛尔，你一定也可以的。哎，是吧？嘿嘿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不是我吹牛，在圣弗雷雅里，我还没见过一个玩游戏比我还厉害的人呢。在学园旁的游戏厅里，大家都叫我电动之王，有好多款游戏的最高分，到现在都还是我打出来的呢。哇，真的吗？好厉害啊。嘿嘿，当然了，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前辈，他应该也知道的。请教教我吧，卡罗尔老师。哦，不，电动之王。哎，哦，好，好啊，没问题。多分問題ないやろ。
希儿会和大家一起战斗的。希儿收到。接着要带希儿去哪儿？来玩捉迷藏吧。战斗吧！是是是。来捉你们喽！
希尔很怀念这个世界的景色。目标锁定，发呀！爸爸。